来到随便新说唱2024总决赛巅峰冠军夜现场。我在这个舞台，无论是谁都挡不住我。我要把冠军留在新社区。我是有绝对的信心去到最后的那个总冠军的。7年的时间过去了，我向你们交出这份答卷。冠军只有一个，那可能就是我。为什么我们叫 C2C？ 因为我们是 Champion to the Champion。希望暴风雨来得再猛烈一些吧。观众在起哄着打，四周是冰凉的栅栏，谁才是今晚的霸主？那就来。骄傲，为你们骄傲。这太妙了，这一场演出我真的觉得很完美，能融合民族，然后再把它结合到嘻哈文化里面，我觉得就是推动这个文化最好的一个方式。北京广顺辉子永远可以相信新秀，稳了，稳了。我们马上要揭晓随便新说唱2024总冠军。